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零幺，为什么关注出口电商？出口电商一直是在大消费领域里持续关注的一个细分赛道。现在基于过往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些对于出口电商的看法。出口电商这个赛道之所以成立并且能产生大公司，根本原因是中国优质的供应链竞争力在全球范围长期内是不可被取代的。供应链在消费和零售领域是最核心的一个环节，谁对供应链有更多的把握，谁在竞争中就有更大的优势。有一个很热的词汇叫 C2M， 真正的 C2M 一定是发生在最上游供应链和最下游消费者中间环节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中间环节如果能被省略，整条供应链的效率最高。